澳油战士领头大热。好啦，一跳出嚟嘅时候啦，咁前面快嘅马咧，见到中档位置就澳油战士，其实都俾人撞啊，俾阿万事咧撞，但系都要抢噶啦。外栏嗰边仲有只海泉来啊，咁再见到啦，后多层嘅马，大约第四位咧就一只中心勇士啦，入边系仁者全心啦，咁第六位中档有大风暴啦，中间鸿运大师，再后边有团结精神放放唔到啊，紫色眼罩嗰只啊，中档位置凡哥儿，入边系身强勇进啊，咁再后多少落满家啦，外栏尾三常感恩，后边两只就黄龙大将同埋只精彩辉煌，好啦，一半。澳油戰士攞咗外欄噶啦，萬事恩拍住佢，中心勇士咬上嚟第三、第四位，仲有海泉來啊！咁再喺馬林中間，仲有仁者全心啦，入邊位置仲有團結精神啦，最入咧就身強勇進啊！最後百零米啦，中心勇士咧就少少拋咧，就後邊嘅對手贏出呢場賽事噶啦，跑第二名嘅馬咧就係嗰只仁者全心啊！至於跑第三名咧就係嗰只常感恩啊，衝咗上嚟啊！第四名有萬事咧同埋海泉來咧就需要影相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呢只中心勇士啊，咁佢贏起上嚟嘅姿態咧都幾犀利啊，拋得曬後邊噶啦。仁者全心咧就跑過第二、第三名，都好被動追上嚟。常感恩第四，海泉來萬事咧要影相啊。結果中心勇士今鋪保中啦，直路賽仁者全心跑過第二、第三，失咗好耐嘅常感恩。第四咧初次香港上陣喎。